哈喽大家好，我是侃亮哥，端午节来了，今天咱们来包一个粽子吃。咱们四川绵阳这边啊，都喜欢用这种斑竹叶来包粽子，这是昨天晚上已经泡好了粽子叶，还有这个糯米，我们这边叫酒米，已经泡好了，开始来包。来一个蜜枣粽子，锅中加水，把粽子加入锅中，开始煮，再加点水，一定要把粽子给它全部腌下去，盖上锅盖，煮了40分钟了，把这个红糖放在上面，再融化，再煮半个小时。汤也整好了，端出来，把这个粽子给它捞出来。放进冷水里面给它冰一下，可以吃粽子了。来吃粽子，吃，啊，不错，这个粽子味道真的满嘴的笋叶的清香味，然后配上这个红糖，来一点。咱们四川绵阳这边吃粽子的话，都是用这种叶子包的，非常好吃，吃起来也一点都不腻。